大家常常都问我说，你是不是就趁这个时间开始你的保养程序？保养程序听起来应该是一瓶接着一瓶，一瓶接着一瓶的感觉。我非常珍惜我的睡眠时间，所以呢，我的保养程序非常简单，非常 easy， 只能有一瓶的时间。这样东西呢，在这个转换季节的过程当中，皮肤容易缺水，水肿啦，蜡黄啦，脱皮啦，暗沉啦，它呢就是美咖的奇迹升级美白霜。整天忙碌下来，你抱着10公斤的老三，跑上跑下的，弯腰蹲下，站起来爬楼梯，所以到了晚上，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大象腿吗？这时候呢，高水气非常的重要，这里面呢还有2%的传磷酸。传磷酸呢是卫福部公认，你如果达到2%呢，它就有美白的效果。里面有玫瑰萃取，它最主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消除水肿、消除水气，还有我们的有机罂粟，它的萃取可以让我们通通可以达到美白呀、消除水气、紧实的效果。玻尿酸最主要就是锁水保水，让你的肌肤水嫩嫩，非常非常的润白。大家看到没？跟这一支比起来，这个是不是已经整个超嫩白的？天哪！我再来好好的给它按摩一下。一瓶搞定。那大家知道刚刚，其实我在抱乖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是腿超肿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做了一个测量我的腿小腿腿围的一个动作。经过了这个按摩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来试试看，现在是多少？天哪！现在已经退到30以内，29了，会不会太神奇？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我赶快把另外一只眼睛起来，大家看到没？我的双腿瞬间已经嫩白，而且呢消水气紧实了许多。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说，它呢不会粘在你的衣物上面。哒啦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真的就像是回到少女时代的美腿哟。2018年美咖的奇迹身体美白霜可以做到这么神奇的事情，可以让你紧致美白消水气，全新推出的美咖奇迹身体美白霜。